OK， 好，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哎，这样好，所以就是第九课了，希望我们可以到二十课就停了。我看你们也要毕业了，到二十课。OK， 来，那天我们是学到那个，上次是学到那个 future tense。OK， 上次是学到 future tense 哦，未来式，这个是会将主哈、哦，他将主，我将主，你将主，这可能性会比较多，可能性这个行动会发生比较多。今天讲到一些就是讲可能会发生还是可能不会发生的，这个叫 updated 哦，所以英文是 updated 就 option 的意思哦，所以可能动词 A 呀、啊、哈。哦还有另外一个是 infinitive 叫 doom， 比如我们讲 he she may might should would、哦、run or sit， 他还是他可能可以应该跑还是做，这代表是这些可能会发生还是可能不会发生，跟那个未来式比，这个可能性比较可以讲比较少一点、哦、所以要讲念呢，就是讲从这边、哦我们它有两个 ，A 呀、啊、是比较长的 ，A 是比较短的哈、哦，所以我们这样念 ，A 呀 ，A 用 ，A 呀 C，A 呀大 ，A 呀咪 ，A 呀嘛，来一起念 ，A 呀 ，A 用 ，A 呀 C，A 呀 C，A 呀大 ，A 呀 A 呀咪。Okay. Aya, Ayum, Ayasi, Ayata, Ayami, Ayama. Like that, Nien? Aya, Ayum, Ayasi, Ayata, Ayami, Ayama. Okay. 你们看到分别就是讲上次我们学到西跟大。啊，对，没有长音，可是这个西达咪嘛有长音，所以你们要记得这个是跟那个以前我们学的有点不一样哈、哦，所以我放这个 highlight 它哈，所以你们记得哦。以前我们学的阿咪阿嘛都是正确的哦，这个是在这边阿西阿达也要长音哦 ，a 呀 a 用 a 呀 c a 呀达 a 呀咪 a 呀嘛来。Ayata, Ayami, Ayama. Okay, ho. Jiang men duan de, ta you na ge short form. A, Ayum, AC, Ata, Amy, Ama. Lai. Duan de, wo men nian duan de. A, Ayum, AC, Ata, Ayata, Amy, Ama. Bu shi Ayami, duan de shi A, Ayum, AC, Ata.Amy, Emma, 来，我们念短的。A, U, A, C, A, D, A, M, E,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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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起，我们就念 ella e ellum ella si e si ella ta e ta ella mi e mi ella ma e ma 来 ella e e ellum ella e ellum e ma ella si e si ella ta e ta ella mi e mi Ayama, Ayama, Ayama. 哦，觉得这样念顺不顺，还是不是很顺哦？叫我们念长，长完了我们先念短的。我先念，你们听先。Aya, Ayum, Aya si, Aya da, Ayami, Ayama， 长的。
A, Ayum, Aci, Eta, Amy, Emma. 来，长的，后来短的。Ella, Ella, Ay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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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i, Ella, Ella, Ami, Ella, Ma, Ayum, Su, Aci, Eta, Amy, Emma.OK， 好，这样我们家上次有学这个 Duff 哦 ，Duff 加 A， 大卫，大卫你加 A 呀、啊，哦，一个 A 这个 E 呀、啊，把它放掉，我们就有大卫呀，哦，大卫呀，讲错就是讲 he or she may might should would run， 他或他哦，因为这个我们讲男跟女都可以的哦，可能可以应该。会、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是跟如果我们讲过那个过去式 future tense、啊、这个可能性可能讲不太确定，所以这是为什么怀疑，因为他讲 updated 就讲可能会发生还是可能不会发生的意思、哦、所以我们看一起，我们现在把这个上面的我们加这个 dawe、哦、把这个 dawe 放在这里，会发生什么呢？ dawe ya dawe yum dawe ya si dawe ya da大卫亚米，大卫亚马，好，来一起呢。大卫亚，大卫尤，大卫亚西，大卫亚达，大卫亚米，大卫亚马。OK， 大卫亚，大卫尤，大卫亚西，大卫亚达，大卫亚米，大卫亚马。来念 Dav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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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um大卫用，大卫用，这样这个要讲呢？大卫西，大卫西，大卫西，大卫大，大卫大，对，大卫大，大卫咪，大卫咪，大卫咪，大卫妈妈。OK， 所以清楚哦。反正你看到这个 A， 这个 A 是从哪里来的？这个 A 是从这个 A 呀，哦。代表有时候在巴利文他把这个 YYA 把它删掉，所以变成有短的 A 从哪里来，记得从这个 A 呀、啊、来、哦、这样就可以、哦、来我们念短的 Dawe Dawe Yum Dawe Si Dawe Da Dawe Mi Dawe Ma 来念 Da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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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 Dawe Si Dawe Da Dawe Mi Dawe Ma OK， 反正全部都是长音 A， 这边也是长音，这边 A 也是长音、哦、A 也长音，所以我们念的是差不多是一样 Dawe Dawe Si Dawe Da Dawe Mi Dawe Ma、哦、这样 OK， 这样我们看那个意思，这样这个要讲翻译呢？ Dawe Yum 要讲翻译呢？大卫用要讲翻译，他们可能该可以应该会好啊，对 ，OK， 大卫亚马讲翻译呢？我们可能可以应该会好，嗯 ，OK， 这样这个怎样念呢？那个大卫亚西讲翻译呢？你可能应该会跑。OK， 好，这样可以哈。现在 OK， 我们看这个巴恰蒂。现在如果我不要答，你们可以自己变出来吗？巴恰蒂和巴切亚，从巴切亚变成这个巴切用。有哪个学生想接受这个挑战？我不要答，你们自己把它编出来，需要念。不要看字，我现在没有字给你们看，所以要念这个 Bacheya Bacheyum， 谁可以 Bacheya
Patria Patrium. Okay, Ho, Brother Ho, Ho, 对吗？啊，对，你要试试看吗？哦，我是 Patria Patrium, Patria Si, Patria Ta, Patria Mi, Patria Ma. Okay, 短的。Patria Patrium, Patria Si, Patria Ta, Patria Mi, Patria Ma. 哦，很好。OK， 另外一个学生Oi， OK， Brother Oi， OK， 你试试看 Pachaya， Brother Oi 有在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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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haya， Pachaya， Pachayum， Pachaya siPachayata. Pachaya mi. Pachaya mi. Pachaya ma. Okay, good. Oh, 短的，短的。短的是 Pachay. Pachay. Chayum. Pachaysi. Pachayta.Pachemi, Pachema. 嗯，很好，哦，所以要写呢，这个你们自己写，要写什么？就是刚才我们的 Pacha， 我们直接把 PAC 哦，把这个 PAC 写在这里哦，因为我早早给你们那些有印出来，你们可以自己把它填下去。Pache, Pacheum, Pacheasi, Pacheata.巴切亚米，巴切亚嘛，好，再把它弄长一点。哦，这个呢是什么？巴切，巴切用，巴切西，巴切达，巴切米，巴切嘛。哦，所以你们看到这个 A 代表是什么？这个 A 是这个 A 呀，好 A 呀，好。来，我们一起念：巴切，巴切亚，巴切用，来。巴切亚西，巴切亚达，巴切亚，巴切亚米，巴切亚玛，巴切亚玛。OK， 来，一起念，再一次。巴切亚，巴切亚，巴切亚，巴切，巴切尤尤，巴切亚达。再开始巴切亚，巴切亚，巴切亚，巴切尤，巴切亚，巴切亚西，巴切亚达。巴切亚米，巴切亚玛，巴切，巴切，巴切西，巴切尤，巴切西西，巴切达，巴切米，巴切玛。OK， 可以哈。这样巴切米是什么意思呢？巴切米，巴切米是什么意思？可能应该讲我。我可能要煮了，我可能要煮，不是不要放了，我可能要煮， okay. 我可能将煮，我应该煮，我可以煮。OK， 好，这样把切大是什么意思？把切大，你们可能可以应该会煮，你们要煮，不是要。你们可能煮，你们可以煮，你们应该煮，啊、你们会煮哦。可能要这个是代表是我们讲 updated 是讲这可能会发生还是可能不会发生的，不像那个现代式还是将来式不一样哈、哦。OK， 这样 bache 是什么意思 ？bache 他可能。可能他可以他可能应该可以会 OK 这样 OK 好这样 OK 这样巴切西巴切西什么意思呢巴切西可能你可能可以应该会可以煮你应该煮、嗯、你会煮啊对好这样 OK 明白他的意思是这个不难学习，可是你们要记得、哦、刚才我们所讲的、哦、
这边跟那个DND 系带一样，可是平常我们的 DND 系带密码没有 C 前面没有长，这边 C 前面有长音哈，所以要记得 A 呀 C A 呀打 A 呀咪 A 呀嘛哦。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讲 DND 系带密码你加这个 A 呀就行了。来，我们做另外一个哈萨蒂，哈萨蒂是什么 ？Smile 是什么？笑哦，你笑他笑 ，OK？ 哈切亚就是讲一样哦，他哈切亚是什么？他可能可以应该会笑。来，我们前面来，你们自己想一下，讲哈切亚讲，把它变出来。来，我们找一个人来念一下，Rachel 要试试看吗 ？Rachel。三弟，我还在驾着车哎，我在听课。OK， 这样不要紧哈，这样我们找另外一个。你怪我。OK， 没有反应哈。OK，sorry。OK 哈。哎，好好。可以啊。哈西勇。嗯。哈西。哈西。哈西亚西，哈西亚他，嗯，哈西亚咪，哈西亚嘛，嗯，好，短的。哈西勇，哈西西，哈西他，哈西咪，哈西嘛。嗯，好，另外一个人再试看，Brother Dan，你试试看。哈西亚。Paseum, Paseya si? 不是 Pase, Hase, Hase, 这个笑笑啊 ，Haseya, Haseum, 嗯 ，Haseya si, Haseya ta, Haseya mi, Haseya ma。你要念 Haseya si， 要长 Haseya si 啊，再念一下。Haseya si, Haseya ta, Haseya mi, Haseya ma。再开始好不好？哎呀，从那个。哈西亚开始。哈西亚，哈西勇。嗯。哈西亚西，哈西亚达，哈西亚咪，哈西亚嘛。好，短的。哈西，哈西勇。哈西西，哈西达，哈西咪，哈西嘛。嗯，好，我们找另外一个动词哈，雅恰蒂哈，讨哈。好像乞丐这个是有这个讨的意思、哦、另外一个人来做，来从这个海也变成我们讲亚恰地板 A 呀、啊，这个把那个字改，这个是讨、哦、他将讨，他可以讨还是什么？丹修红、哦，你可以 unmute 吗？丹修红，你那边关麦的哈、哦。Brother Dan Xu Hong， 你看一下你的麦好不好？OK， 好，来试试看。亚长的，长的，长的，长的啊。啊。哦，你是 sister 哈。啊。嗯。亚杰亚。嗯。亚杰勇。嗯。啊，亚杰亚西。嗯。亚杰亚达。嗯。连不能说亚杰亚咪。嗯，亚杰亚嘛 ，OK， 短的，短的是亚杰，嗯，亚杰勇，啊，亚杰西，亚杰达，嗯，亚杰咪，亚杰嘛，嗯，好，谢谢，好 ，OK， 好，这样明白好，每个人可以哦，跟得上，这个不是很难，很简单。OK， 这样我们做一点功课好不好？哈萨蒂 ，smile， 这个是什么 ？mi， 哦，笑哦，哈萨蒂，蒂达蒂，站，尼西达蒂，坐，巴恰蒂，你们看过了，煮，亚恰蒂，讨东西哦，德萨蒂看过了，红法，乌巴巴恰蒂，升起。这个平常我们讲好像我们的心升起是用这个乌巴巴加地，好，那我们念哈萨地，
Hasati. Titati. Titati. Nisidati. Nisidati. Pachati. Pachati. Yachati. Yachati. Deseti. Deseti. Upapach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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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Upapachati. Okay. 来 ，titati 是什么意思 ？titati 站起。嗯 ，OK。pachati 什么意思？煮。煮 ，OK。yachati 什么意思 ？yachati 是跑。跑东西 ，OK。upapachati 升起来。升起来 ，OK。好。disati 功法。OK， 哪一个有看过的？之前有学过的，哪一个有学过的？今天是学哪一个？今天学哪一个？巴恰蒂、哈萨蒂、哈萨蒂、雅恰蒂，还有巴恰蒂。巴恰蒂之前有学过哈？还有、还有哪一个有学过之前？迪西达蒂、萨蒂、迪塞蒂、迪塞蒂，对哈？今天是新的是哪一个？乌巴恰蒂、巴恰蒂、乌巴恰蒂，还有迪达蒂、迪达蒂。迪达蒂平常我们有听过吗？好，不当萨萨南契兰迪达多，愿佛法常住。我们是用这个哦，不当打那个巴黎哦。今天最近找的这个手绘很好用，不当萨萨南，萨萨南就是佛法的，不当萨萨南契兰 ，T I 等下 T T 点。这个平常你们讲用愿佛法常住、哦、佛法 Buddha 是 Buddha 这个 Sasana 有时候是佛法因为一个是佛陀教导了、哦、所以佛陀 佛这个是佛法常其实是常常住在人间的住，这个是上周没有学这个度恩度对吗？愿哈、哦，这个是今天学的滴答滴哈、哦，这个是住，有时候是站的意思，有时候它的意思是exist 啊，站还是存啊，存在的意思也是可以存。存在、哦、平常好像我们的大学我们每次我们上课完我们的老师跟我们就每个人站起来我们就念 Buddha Sasana Chiran Ditatu 我们就念这个这愿佛法常住在人间来现在今天学的 Sayam、哦、Sayam 下午 Aja 今天 Idani现在 ，tatra there 那里 ，ida 这里哈、哦、，na 是 no 不 ，anna food bika 你看那个跟比丘，因为以前比丘啊，他们把比丘当成乞丐嘛，所以 bika 其实跟那个 bikku 有一点关系的哈、哦，在这里是布施食物的意思啊，食物施舍哦。来这个沙样嘛其实在巴黎有两个一个这个沙样有这个长沙样、哦、另外一个没有那个 A 的等一下没有 A 的你们猜是什么意思呢沙样就自己的意思、哦、own self 好 OK 这样、哦、今天我们再考你们的单词啊沙样是什么意思下午 OK 阿加什么意思今天 OK Tatra 是什么意思那里不 OK Anna 食物 Bika 食物 OK 好 Bika OK 好试试还是食物 OK 好可以哦记得吗可以记得吗
就是你们早一点把那个我给你们，你们自己print出来哈，把它打印出来就可以。OK， 来我们做一些。他 ，he should smile。OK， 看那个动词是什么？动词是什么 ？should smile， 应该笑。所以我们要用哪一个动词呢？今天所学的什么什么？这个 optative 啊，哦 ，hasai。所以我们要 he。Hasai。he 是。He， 我们要讲放 he 是什么？诶，他在说说说，对，说什么？说说他谁呀？他谁呀？哈？谁呀？哦，短的呢？他谁？他谁？他谁？对，好。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女的呢？傻傻，对 ，S 还有什么？长音哦，傻哦，傻 ，OK， 在这里哪一个是在这里很容易？主题是什么？说还是傻？可以吗？说还是傻？主题哦，这样另外一个，我们 should stand 这个是动词啊。现在我们应该站。现在巴利文是什么？意大利，对，意大利 ，OK。等一下，还是我们等一下放这个意大利，我们放那个我们在巴黎是什么？玛雅，玛雅，哦，你要唱，你要念那个玛雅 ，OK， 要有那个的声音，玛雅 ，OK， 玛雅，玛雅什么？玛雅，我们应该站，所以站是什么？滴答，滴答。滴答什么要讲边呢？滴答耶嘛。哎。OK， 你们把这个 copy 下来，把这个 copy 下来，我们把那个 D， 把那个 D 拿走哈、哦，所以我们要讲改呢。A。A 呀，要长音。A 呀。对。A 呀嘛，哦。像短的呢是，短的是什么？想改它变成短。tema， tema， tema， 对，好、哦，把那个呀，两个呀，那个 yy 把它拿走，所以 tema。OK， 好，这样我们要放现在，现在是什么？意大利，意大利。OK， 我们要在哪里放意大利呢？可以放在后面吗？不可以。不可以，要放在中间吗？可以，或前面。啊，其实可以的，可是放在前面比较好、哦、我们放意大利，放那个长音，所以巴黎文其实长音短音都要记得的、哦、意大利。这样如果我们根据英文，我们就把这个 I 把它写掉，放那个点就好看了、哦、意大利，马扬，地塔耶马，地铁马 ，We should stand now、哦。好、okay. ，现在，现在，好、哦，现在我们应该站。好、哦，刚才有讲站，还有其他意思存在。可是如果你要翻译存在，也是很奇怪哈、哦。我们现在应该站，就好像你们在上课哦，老师来了，你们现在应该站的意思。来 ，we should sit here today， all right？ We should sit， 我们应该坐。来，应该坐，坐是什么呢？你是大地，你是大地。OK。这样我们讲改变成有这个 optative 呢，改成有应该的、哦、来放讲改开始呢，要把什么把这个 D 拿走、哦、好，后来就放在要什么 A 嘛 A 呀嘛，短的是什么 A 嘛 A 嘛，你是 D 你是 D 呀嘛，还是你是的吗？你是的吗？你是的吗 ？OK， 这样现在要打什么呢？意大利。意大利 ，OK， 意大利，后来呢？马扬。意大利马扬，你们念的时候，你们要放那个马扬。马扬要这样念，不是马扬。如果你说 my yum 就是 m 啊，我们今天这个是 m 下面有一点，说我们这个好像 budam 意大利 my yum 要这样的音哈、
Idani mayam nisi deyama, or si nisi deyama. 还有多一个，在这里、啊、哦，在这里 ，here，OK，here，、okay? here, 这里 ，here，here 是什么 ？here 是意大利 ，today 还有一个阿加，意大意大 ，OK， 这样你要放在哪里呢？要放在这里吗？放在前面吗？还是放在第二位？还是放在第三位？还是放在最后？要放在哪里呢？那个意大利应该是阿加的，今天吗？哦，对对对对，错，对对对，谢谢你。OK， 意大利是现在哈、哦，嗯，今天是阿加对哈、哦，阿加对哈、哦。OK， 这样好 ，Here 现在意大 ，OK， 意大放在哪里？你们猜一下，要放在哪里比较适当？前面吧。前面的、啊，为什么放前面呢？加意大，阿加意大，比较好听，意大阿加。放在前面哦，可是你跟那个坐的，你坐在这里吗？其实它应该跟那个动词在一起，明白吗？这边比较好。啊，因为 ida 跟 nisideya 嘛，它其实我们讲这个，如果我们讲英文很简单，这个 ida 是什么？adverb 啊 ，adverb of place 哦 ，adverb 叫什么？那个什么副词哈、啊？这个是 verb 好、哦。所以那个 verb 啊，那个动词跟它的副词，你要放很近，好，明白吗？这样比较好。可是如果你把意大放在前面，是有一点远的哈、哦。时间呢？平常我们意大利还是阿加？时间平常我们可以放在第一位，时间，好像跟英文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英文呢，我们可以把时间写在第一位，是不是？好像我们讲可以写 today we should。See here， 看到吗？我们可以把时间写在第一位，所以同样的巴黎文也可以放在第一位，明白吗？可以哈、哦。啊 ，OK， 好，来 ，they， 现在我们用改一个英文了 ，they might 还是 may，they might or may sit down there， 所以这些是应该，现在我们换成他们可以坐哦，可以坐。在那里，嗯，我们放一个时间哈，放在 in the evening 哈，在下午哈，他们可以坐在那里，他们在下午，雅芳，他们在下午，在下午，他们可以在下午可以坐在那里哈。这样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样我们要打第一个要打哪一个？沙样。嗯，对，你可以把打那个时间先哈，把那个沙样放在前面先。沙样。后来呢？后来呢？要打什么？打。其他学生很，其他的都安静的。对。是的。OK。怪我，你说要打哪一个 ？T。Day。OK。Day 是什么？他们。OK。后来呢？嗯。SK。SK。Brother SK， 你说要打什么？你要打什么 ，Brother SK？ 在想着。在想着。OK， 想到哪一个？写动词好不好？动词是什么 ？Nisida。Nisi。OK， 动词是 Nisida， Nisida D， 好，来 ，Brother SK， 你把它变成这个 optative 哈 ，OK， 把这个 D 拿走，后来要打什么 ？Nisida 用的，啊 ，Nisi D 用 ，OK，Nisi D 用哈 ，Nisi D 用 ，OK。
哦 ，sade ni si deum。我们还有剩下一个东西还没有答。在那里，在那里是什么？tatra 要念 r tatra tatra tatra。OK， tatra 放在哪里 ？is in deum 的前面。对，好、哦，这样明白吗？哦，时间地位，好、哦，那个。我们讲那个时地方啊，地方跟其实这个叫 adverb of place 啊，跟那个 verb 要连接一起哦。所以我们有 subject 就是那个主题是 day。OK， 另外一个哦 ，they are begging food。虽然我们讲这边是好像在一个我们讲是 continuous 啊，现在在进行的哈。这个跟一样、哦、在讨跟就是讲跟现在事实一样的这个。OK， 一样、哦、讨食物是什么呢？动词是什么名字呢？刚才你学过的动词讨食物是什么？雅恰蒂。雅恰蒂、哦、雅恰蒂，我们先把它写先、哦，还有主题是什么？对啊，对哈、哦，主题是对对对，要恰地哦，对，他们在讨食物哦，我们可以放一个 now， 现在在讨食物，他们现在。OK， 现在要放，现在是什么呢？巴利文。伊达尼。对，伊达尼，伊达，伊达尼，长音。不是雅真的。对，可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英文我们有学过哦。哦，对对对 ，sorry， 对，在雅强地，对，你好。OK， 第伊达尼雅强地，好。所以我们刚才有学那个什么那、哦、可是这个是命令、啊、除了这个命令另外一个是什么马马马 M 加那个 A， 所以这个是命令、哦、也是 no 好像 don 的意思、哦、日本话我们讲就是讲 don、哦、do not 的意思也是一样不、哦、所以马嘛，我来 copy 就好了，打那个 keyboard 麻烦。嘛，雅恰哦，这个呢，他们是用哪一个呢？嘛雅恰，哦，嘛雅恰 ，do and do he da mi ma，do and do he da mi 嘛雅恰哦，这样 OK 了，不要讨，他跟就是讲他跟那个人讲你不要讨，所以他讲嘛雅恰不要讨的意思。这个安娜还没有给。Do and do he da mi ma OK， 了解。安娜还没有答。哦，没有，这个是另外一个语法哦。这个是那个什么 imperative 的 imperative 啊，命令不要啊，不要煮的那个。他上次我们讲那个命令式哦，命令式不是这个，这是上次另外一个语法。今天的这边呢，我们就是讲上次的，我们会一起加在里边哦。OK， 来。They are begging food now 吗 ？They eat any any chandi？ 嗯？什么？还没有 say。什么？这 food 还没有 say any。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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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food，OK，food、okay, okay, okay, food, okay, food 是什么 ？Become。Anam 还是 become 这两个对 ？OK， 所、so、以你可以放 anam。Anam， 哎 ，OK， 加那个，加那个 Anam， 还是 B H I K K A， become 哦，哎 ，OK， 这个呢 ，OK， 他们现在在讨食物，哦，伊达，这样这个伊达尼放在这里。这个可以，因为这个是目标嘛，
目标跟那个动词我们可以放靠近一点，他们在讨食物，所以食物把靠近跟那个讨的在一起、哦、不要讨、嗯、所以这个不要讨你就要不是用那，所以不能要骂在这里骂，这是另外一个语法。 OK， 现在另外一个佛陀，这个现在字比较长一点、哦、应该弘法，应该弘法，应该弘法。 OK， 这样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从哪一个开始？从主题，主题是什么呢？布达。OK， 布达是对，可是我们要把它弄成那个主格，主格是什么？主格是什么？不。不多不多，对哈，它是主格哈，主格。OK， 这样动词我们现在可以放成的动词，动词是什么？弘法，弘法是什么？得塞地哈，所以在这里变成得塞呀，得塞呀。还有呢？对，是哦。OK， 后来呢？要放什么？达曼，达曼哦。所以达曼是什么？达曼，subject。So D H A M M A， 要放目标哦，要放那个 M 点哦，那个。所以这个是目标。目标也是什么歌呢？受歌，受歌哈。受第三个。OK， 目标受歌动词，这样好。叫我们 to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 我们要用哪一个歌呢 ？Native，native 啊，啊 ，OK， 华语叫什么呢？位格哈。位。为了人类，还是给，在这里是给人类、哦、所以要放在哪里呢？放在哪一个地方？达曼的前面。达曼，不达。达曼的，达曼前面可以哈、哦。对，这样要打什么呢 ？Manusa people 是什么 ？Manusa 跟马来字一样哈、哦、，Manusa。所以他的。Manuso。Manu 不是 Manuso。我们讲位格，位格是什么？门上，位格是什么？不是位格，位奴。看你要看要你要讲一个人还是人的？如果很多人呢，你就放马奴沙南哦，加这个 M 点哦，马奴沙南 D 地方哦，那个。Manusa nam， 对 ，Budo manusa nam damam desya desy， 哦，还记得吗？这个 nam 是 dative 的复数，这个是位格复数，复数，哎呦，哇，打华语真的很麻烦。OK，OK，、okay. okay, 跟得上吗？来，另外一个，来，现在我们有这个那了哈、哦，他 he should not cook， 所以我们要从哪里开始？从时间开始哈、哦，时间是什么？下午，啥样？啥样？啥样？啥？沙羊，后来呢？要打哪一个字？嗯，打那个。沙，等下要长音吗？沙羊，后来呢？主题是什么？So， so， so， OK，
后来呢？要打什么？茶汁。Rice， rice 是什么？上次我们学过 rice， 记得吗？Odana。对 ，odana。后来呢 ？Should not cook。Not， 不要，不要是什么？那。那对。那那。OK， cook should cook 哦，该煮，把把切呀，还是把切好。In the evening 不是那个 locative 啊？啥样 ？OK， 这样 evening 有 locative 吗？我们看一下，啥样？啥样是？哦，这个也是可以。它有时候我们时间除了这个 locative， 我们也是可以放在 accusative 的，也是可以的哈。Okay. 如果你要放那个 locative 呢，你就要用另外一个 sayanhamaya 这个，你可以用放这个哦 ，sayanhamaya 这个也是一样，这是另外一个比较长的字。OK， 如果你要放 locative 啊。哦，这样你就可以放 A 哦，它是两个字一起，你看到吗？这个撒羊看到吗？其实这个字是三个字一起的，撒呀加这个安哈加撒玛耶哦，撒呀就是讲，安哈是天，这个是撒呀的音，应该是过了时。安哈是天，所以这个应该是过了天的意思，过了晚上还是什么？看一下，对，撒亚 evening time 哦，就过了晚上的第三个时间哦。OK， 这样就是讲过了十二点哦，这个是天的意思，天好 day， 这个是 time 哦，是过十二点。所以如果你要放 locative 呢，你就要放这个字长，这个其实是 accusative 的，这个是受格的。OK， 主题好，可以好 ，OK，OK、okay. okay, 好，这样这个最后一个还有其他的，OK， 这个我们做一下，这个 my 是什么呢？巴利文，啊，的，七大对哈、哦，这边没有写七大，你要放七大，因为它是 new 的，它是 new 的，对，它是中性哈。嗯哦记得吗？我们讲中性都是七档，为什么呢？七档，所以上次我们看回去，哦，看回去，哦，中性的主格也是有这个 M 点的哈、哦，所以七档，如果复数是七大七大你，这个是复数哦，这个是复数。我们回去刚才这边哈，我们改一下 ，my should arise 哦。今天我们完成这个，所以复数呢，你要改什么？我讲叫巴拉巴拉你，所以你要改什么？其他长音还是其他你？其他还是其他？你 should arise、哦、升级是什么 upajati upajati upajati、哦、upajati 还是 upajati 还有另外一个是 upajati 好像比较少 upajati 这个好像也看过、啊、这个也是可以再升往升头上升级、啊、这个另外一个 upajati Okay, 五八加地还是五八八加地、嗯、一下哈我们这两个都可以OK
所以我们讲改它呢，第一个把这个 D 拿走，后来呢改成 A 用、哦、要改成 A 用 U 爸爸 J 用 OK 好，可以哈，所以我们完成了这一点第八 OK OK 还有继续，我们还有继续很长，还有加上 OK 给你们五分钟休息好不好，我也是要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好不好，好 OK 五分钟先休息一下，好 OK 谢谢，然后我们再继续OK 继续啊，OK， 今天是刚才学这个 A 呀 A 用哈，所以除了今天那个 A 呀 A 用，我们还要学一个，这个是 infinity， 在英文 infinity， 巴黎文是 dom， 英文是 do 哦。比如我们想看感感动，在这里等一下会讲哦，感动是两个字哦，去感跟动哦。这个 M 变成 N 加动感动，怎样看这个呢，我们要看，如果我们看英文比较简单哈，我 like 这个是动词，我 like 动词，我们想，如果英文 to go to go 我们就去，在这里呢，这个英文 to go 呢，你就要用这个 dom、哦、很简单，把它全部放一个 dom， 比如我们，你就打，我们是打，Mayam 哦 ，Mayam， 如果要去，你要把这个 gang dom 先打好。Would like 就是讲一切呀，一切呀嘛，嗯，哦，所以这样 ，my am 动词是我，动词是我，哦。sorry 动词是主题、哦、主题是我，所以 would like、哦、想，我们想去 we like to go、哦、would like 是想，想去放在后面一切呀嘛，所以 my am got dumb，我们想去，代表是你看华语好像有两个，一个是想，一个去、哦、可是动词是想、哦、在这里我们放 A 呀、啊、比较好，我们想去放这个 ichati， 把它变成 ichi ya ma， 这样去呢我们就放在这个感动，We, my am, gam dum, to go, 去、哦、动词是一切呀嘛，一切呀嘛还是一切嘛？这第一个、哦、所以在今天是要学新的，就是这个 dum， 这很简单的，直接 把英文理解那个 to 就是 dum， 比如另外一个。他想见佛陀，一样我们可以用这个 Ichaya， 还是另外一个 Apekati 也是可以，意思一样、哦、
我想我们直接把这个 copy 下来。他是 so so 他一切呀OK， 像土系哦，土系是想见的意思。来，在这里呢，不是感动，要改成什么呢？看，就是讲上次我们讲那个巴沙蒂，那个意思。哦 ，OK， 系。巴震动。巴沙蒂，哦，行，巴沙蒂。所以在这里呢，你变成巴。巴西洞，巴西洞，哦，巴西洞，加这个洞，有时候我们有这个一洞这样，嗯，是 ，OK， 所以 ，H 呀嘛，没有，这个不是 H 呀嘛，叫 H 呀 D， H 呀。A 呀 ，A 用一切呀，还是一切哈 ？A 呀 ，A 用 ，so 一切呀 ，so 一切，这样 to see 把 see 动，直接很，你直接从华语英文翻译比较 to see， 你就放把 see 动，还是如果要放这个，他要还是他想还是他要，他想还是他要。你把这个阿贝卡蒂，把这蒂拿走，你放下。耶哈，阿贝 K A 呀 A 用这个 A 哦，可以吗？跟得上吗？还有不当呢？谁给不当？哦，对对对，啊不当你就放在动词的前面，不当加这个，它是一个数。受格，因为它是目标。哦、so, so, he, 不当把其用，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当你要放在把其动的前面。不当把其动 ，to see 的不当，一切呀。今天简单一些，学这个动而已。好、哦，动而已。好、哦，反正动呢，它有意思。有时候动还是有时候我们前面可能放一个 I。哦，这个是不是每次都有 I 的？动。哦，那我们再做另外一个。You all want to。哦 ，want 是动词。To read the Dhamma。像我们第一个要翻译是什么？来试试看，谁要试试看？第一个要写什么呢？要打什么？东黑，东黑哈，东黑。后来呢？唐曼，唐曼。OK， 后来呢？把它动啊，对，读书是什么？它地，对，把它地，对，把它地，哦，这个把它地，你变成把它动，对，把它地，你变成把这个拿走，一动加这个一动，把地动，把地动，后来呢？想你要还是你想？啊，阿贝嘎达，阿贝嘎 ，OK，OK， 阿贝嘎达，阿贝嘎蒂，贝克达，嗯，
Epicata， 嗯，记得吗？我们讲 do and do he da， 哦，一样哦，打大，可以吗？其他的静一下，应该是跟不上。大家回去我会给你们，你们再想一下哦。东黑有达曼佛法巴提动，就是讲读哦，读的过程，要读的过程。阿贝卡达哦，想读。想要对，好，在这里其实从英文翻译比较简单，从华语翻译有点难。另外一个，他想煮两个蛋糕，他想还是放他要煮。还是煮两个蛋，不是蛋糕啊，是那种好像那种什么，那种 cake 啊，是如果我们讲 cake 就是讲印度那种，好像 roti prata 这些啊，那个叫什么啊 ？roti prata， 煎饼，煎饼哈、啊，煎饼，呀、yeah, 对啊，煎饼哈、哦、，OK， 这样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动词是什么？要哦，动词是要。OK， 主题来，主题开始，主题是什么？啥？对，啥？啥 ？OK， 啥？后来呢 ？OK， 嗯 ，OK， 你放两个蛋糕先，对、嗯、不对？sorry， 字打错了，所以有时候难啊，要打三个语言，麻烦。啥？对，蛋糕是什么？乌乌 ，p 长音，乌 ，wam， 多一个是乌诶，哦，乌多乌达，乌丹乌得，哦。不对，这样下来呢？你要打 to cook， 是什么？嗯、哦，把鸡冻，把鸡冻，嗯，把鸡冻 ，OK。后来呢？要，要你可以用这个啊，贝嘎。像 OK， 啥？对，古为哦，对，不为目标和 object 是什么 ？Inclusive 啊，受格的复数。哦，受格复数。受。格的复数，受格辅助哈，把其动，记得这个动就是土库的意思，很简单哈。土力是啥？把地动，要看把其动，要去感动，可以吗？今天我们学三个感动 to go， 把其动哦，要看哦，把地动读。把鸡冻煮，好，等一下你们回去想一下 ，OK， 这样结束。OK， 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新音，这个下个礼拜我们会学这个大跟那，哦，它有两个音，一个是有这个，有一个一大，有时候有一那的哈。哦，这个是 past participle 过去分词，另外一种，还是我们从这个 gam gam 变成 ga 加 a 加 di 加 cha di， 你们看过好像 buddha sana ga cha si 去，如果它的从它的那个根里边 gam 加这个 da 哦，变成这个 m， 我们拿走，我们就变成 ga da， ga da 是去了，
Garuti 是做还是借？如果它的根是 gar， 哦 ，k r gar 哦 ，gar 加这个大变成 gada， gada 是做了。我们在哪里看到这个 gada 呢？在吉祥经里边看到这个 gada， 这是过去分词的这个。过去，就是上次我们学吉祥经学到第一段了，这是第二个吉祥，这个不是 verse number， 它是第二个吉祥哈。巴蒂乌巴德萨瓦苏恰布贝加嘎达布尼亚达，这个记得是 ny 呀，念布尼亚达。阿达萨玛巴尼迪恰 ，Ada Mangala Muttamam。Okay， 巴蒂卢巴德萨瓦苏恰布贝加嘎达布尼亚达，阿达萨玛巴尼迪恰 ，Ada Mangala Muttamam。来，我们念英文好不好 ？Living in a suitable country, having previously married and rightly caring oneself for oneself, this is the highest blessing. 来，我们念华语。注意是一地，过去是一地三。正确的知道是最吉祥。 OK， 这样看那个巴利文，我们念巴利文：巴迪鲁巴迪萨瓦苏恰，布贝加布尼亚达，阿达萨玛巴尼迪恰，达曼达拉姆达曼。OK， 哪一个字学过的、看过的、认识的？哪一个巴黎字学过的？嘎达布尼亚。嘎达布尼亚。OK。阿蒂。来，阿蒂哪里？阿蒂。鲁巴。阿蒂鲁巴。啊，巴蒂鲁巴。OK， 巴蒂鲁巴是什么意思？阿蒂。住你何时住？首先我们看认识的字，认识的字先找一下哪一个字我们认识的。Desa， 地方。Desa， 对啊 ，Desa， 这个跟马来字一样吗 ？Desa， Desa， 对啊，跟马来 Desa， 然后来 Desa Jaya 什么？我住的地方叫我妈家叫 Desa Jaya， 地方 Desa， 我们认识的哈。OK。另外一个字呢？认识的。布尼亚达。布尼亚达，布尼亚是什么？布尼亚是什么？布尼亚，你们看过布尼亚吗？布尼亚是什么？布尼亚。布尼亚，善德我们叫布尼亚。布尼亚。伊达咩布尼亚，记得吧？伊达咩布尼亚，好。阿萨瓦卡。啊。新城市，过去城市。OK。在sorry， 这个是这样，刚才过去是什么？就是城才是这个嘎达哈。过去是不是这个？过去是另外一个意思。过去是哪一个字？过去是哪一个字？不背，好，不背是过去，不背是过去，不背恰嘎达，嘎达就是有做过的意思，曾啊，曾经的意思，嘎达。刚才我们学那个嘎罗迪，嘎罗迪做过哦，做过的就是曾经做过的意思。所以不背恰恰是什么意思？恰。和 and 的意思，然后这个和这个的，所以这边有几个吉祥呢？讲个多少吉祥？三个。哎，那有五个。你住的地方，住的地方，行善，行善，还有呢？自己指导自己。三个，对。之前有学多少吉祥？之前我们学那个。也是三个，也是三个，对吗？嗯，
远离于世人跟那个智慧的三执事啊，应当尊敬的那个三个一二三哦，这个是第一个 verse， 这个第二个 verse， 现在有三个，所以现在加起来多少个？六个哦，六个，我们算一下，我们到我们做完是不是我们拿到三十八个吉祥？所以的第三哦 ，number three， 第三 ，number four。OK， 来，那么，哎，第三不是第四、第四、第五、第六。OK，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哪个字我们认识的。什么？什么？巴迪尼，巴迪尼，巴迪尼。阿达，阿达是什么意思？啊，我。好像我见的我见阿达阿纳达知道吗？嗯嗯阿纳达无我、嗯、无我好、哦、平常我们讲什么阿达还有阿纳达阿纳达是从哪里来的那加阿达、哦、我无我哦 non self 好、哦、今天我们学这个那哦、嗯、所以阿达就是讲我哦我就讲字这个字。什么颜色好看？这个哦，你这一年差不多一年，给你们看另外一个颜色。OK， 字阿达是字。嗯 ，OK， 萨玛，萨玛是什么意思？八正道里很多萨玛，对吧？正八正道有多少萨玛？八。八正道很多萨玛。萨玛迪提萨玛桑卡巴，八正道很多萨玛。萨玛迪提。Sama Diti Sama Sankhapa Sama Vaya Sama Vajima Sama Sama 就是正确的意思正确、哦、这样 Bani Di 可以猜到可以猜一下什么意思呢自我领导导对导向导 Bani Di Bani Di Bani Di 是从这个动词发愿的意思它也是意思 determination 发尼达地发愿好像是发愿的意思在这里自求圆求圆求自求自相、哦、自相比较好它的意思发尼地自相就是把你的心向一个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式这个字抄一下班尼地班尼地、哦、所以我们学这个名词我们也是记得它的动词也是班尼达地、哦、讲把你的心向正确的方向在这里虽然佛陀是讲阿达他不是讲这个我见他只讲这个阿达就是讲我们自己的意思自己把你的导向萨玛正确把自己导向正确方向就是讲行善的方向所以开始呢我们要住在适当的地方哦，巴迪卢巴哦，适宜地哦，巴迪卢巴适当了适当瓦索瓦索你们猜是从哪一个动词呢瓦索是哪一个动词动词是什么住瓦萨蒂瓦萨蒂瓦萨蒂那些学 basic 英文有看过这个瓦萨蒂这个瓦萨蒂呢你变成瓦萨瓦萨蒂瓦索就是从这个瓦萨你变成瓦萨瓦萨加这个 O 就变成瓦索变成时候他要把那个 A 要拉长瓦索住的意思萨基这就是瓦萨曼的瓦萨吗瓦萨瓦萨那个是瓦萨地语气安居是 VA 两个 S 对
这个不是来的啦，不是，这个是瓦萨。OK， 瓦萨两个 SS 哦，刚才是瓦萨一个 S 而已，你就安静，这个是瓦萨语句安居，这个瓦萨哦，你看下面这边。OK， 这个是 OK， 巴蒂鲁巴住于四夷地恰哦恰不悲不悲是什么？过去哦，过去恰在这嘎大嘎大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大 past participle 哈，已经做过了哈、哦，我们行过了做过了，成行善啊，对，两个字成行就是两个字对。成行的过去我们行过善，在这里过去是不是讲前世呢？他讲前世也是讲今世的，好像今天你们早上做的善事，现在呢在这个时候他也算是属于过去，不是只是前世，包括今世刚刚做的也算是嘎达不亚就是善。阿达萨玛巴尼迪恰Atam Mangalam Uttamam OK Atam Atam 就是这哦是 Mangalam 是吉祥是此事的哦对 Mangalam 加什么 Uttamam、哦、记得我们把那个字这样拆的 Mangalam Uttamam 这样拆最吉祥此事此 Atam 就是此事这样、哦、Atam 就是这个此事这个是啦，哎，大家有时候是这个还是那个，这也是可以，吃也是可以，还是这，哦，最是乌达曼，这个是乌达曼哈，乌达曼，马来字有这个字吗？有吗？达曼，嗯，有吗？有哈，对，达曼，达曼，乌达曼哈，我在缅甸很久，我的马来字差一点忘记了很多。OK， 这样我们这样学，你们也是可以学到那个吉祥，可以学到佛法，也是可以学到巴利字。哦，这样你看在我们看那个意思啊，还没有做功德之前呢，我们如果住在适当的地方是比较好。好像如果你们在一个饥荒的地方，在打仗的地方，好像在现在打仗，很多地方在打仗，其实那时候修功德是很难的。所以佛陀是讲，一定要住在适当地方，你们。可以听到除了行善你们可以听到佛法，这是叫适当地方。这样呢除了住在这边你们不是只是花费你们时间在感官享受，也是要行善，之前要行善现在也要行善哦。好像今天的做的功德到这个时候早上到下午也算是已经达到了，已经过去的，这样把自己阿达是在这里是自己，萨玛是正确哦，把你的导向正确的方向，就是修把正道圣地等等。这个呢 ，etam 这个是这还是此都是可以 ，mangala 吉祥 ，mudamang 最哈 ，udamang 最吉祥，好、哦、可以吗？像我们这样就结束哈、哦，现在一个钟头半可以了哈、哦。像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学其他的语法。嗯啊、今天只是要跟你们讲你们要学什么动、哦、这个动很简单的啦，动只是一动还是动，就是跟英文一样土系，这个土呢就把它变成动就好了、哦、还有今天学什么 AR AYUM ARC ARDA AR AYUM 这个你们自己又打出来，你们自己把那个 HASE 写下来就好、哦、HASE、哦、这边有长的短的、哦、AR AYUMAC ADA AM AM 还是 A AM AC ADA AM AM 好，这样 OK， 这样好谢谢 OK， 下个礼拜再见。好，下个礼拜你们要学什么呢？谢谢你们要学什么呢？嗯，这样 OK， 那 pass participle pass participle 嗯，或者是有点难断哈。对、啊、那个甘多哈 Jaren 啊 Jaren 啊对对对，上次只是稍微的讲可以哦，下个礼拜我们写甘多多一点，嗯嗯，这样 OK 好，愿大家生活快乐，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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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哇、啊，